张璐表示不服气，来，张璐，你去来一个。他没有说呀，他心是这样想的，对不对？走，一二，好，哎，还差不多，这样吧。好，张浩然想来，来，过来。这可是你弟弟啊，可是亲弟弟啊，你一定得注意好啊，不要踢住你弟弟啊，踢住我了，你看你要踢住他，我揍你一顿，回家你妈再揍你一顿，然后你爸再揍你一顿，你得挨好几顿呢啊！你害怕不害怕？啊？你跟你哥哥说，放马过来，开始。跟你哥说，开始。放马过来。放马过来，你这声音太小了，走。嘿，对，还可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你是怕哥哥回家挨打，还是怕踢住你啊？怕踢住你，不会的，你哥哥不会踢到你，啊，啊，要不然让你哥哥试试，你跳一次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一次吧，来，你去跳一个，你先站这儿，你先站这儿，站这里，我先看他跳多高，走，一二。啊，不错，你哥也是猛，哎，不是，说错了，你弟也是猛将。来，站这里，横叉，横叉，再叉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太低了。好，你加把油，是不是？你要踢住你哥了，我跟你回家有奖，是不是？不用挨打，啊，因为你哥得锻炼锻炼胆量。后退一点，你后退一点，靠一点。好，再往前来一点。好，加油，预备。一二，漂亮！你看，你看，来来来，张浩然才练多长时间？一年还不到了。好，你怕不怕？真不怕？你看，我都说了，哥哥啥样，弟弟啥样。哥哥敢，弟弟也敢，是不是？哥哥不敢，弟弟也不敢。这哥哥刚才翻过去之后，这弟弟翻的咋样？好不好？是真好，啊。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他。好，去。